赞欸，好酷哦。然后中间有个洞，它会掉下去。你说什么柱撞哪里啊？我看不到分数。欸，所以这球是要抓着吗？我觉得你好像刚好钻进那个洞里了。它不是正上方有个洞？哦，对啊，我进去然后撞在里面，我刚进去然后飞出来。它那个下面的那个碗，它会一直动，你要想办法不要掉到中间，中间会掉出去。嗯，那你在里面说要抓着那个球，你是要抓球吗？感觉我一开始就在球外啊！这我都不知道啊。我抓着球好了，抓着球，抓着球试试看，抓一抓也抓出来。嗯，对啊，我刚刚就抓一抓，抓不到。我刚刚一下去，然后我就飞出去。没有，你碰一下就好，碰一下。哦，什么意思？等一下，我飞出场外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要在上面，哦，我要在上面。我抓着球。哦哇哦！先来的。哎，我直接抓着球飞出去的。有，我也加分数了。我现在在努力的卡在，yeah，卡在上面，我努力，我在努力。卡上面能干嘛？怎么重生啊？他，你只要你的球掉到中间的洞里面，掉到中间的洞里面，它就会重生到你刚刚跳撞进球的位置。那所以谁是什么颜色啊？我是橘的啊，我是橘的，我是白的，没有啊，你是黄的啊，允月，哎，我脱离球体了，我也是啊，我在抓着他的，哇，我什么东西，有东西掉下来，那什么面条，面条，我刚到中间了，所以它会产生面，哦，我靠近中间会掉下去，所以现在我在算分数吧，我看了半天看不太懂，你看赢不上啊，允月要，允月要赢了，允月要赢了，哎。你说要怎么看？底下底下在底下分数哦，在底下。不要撞我！不要撞我！橘色不要撞我！我已经超过线了，我已经超线了哦！不要撞哦！哎，有一只小狗在我前面。等一下，狗狗。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可以。为什么你不去中间？我都很诡异的抽动哎。去中间你就抽，球就重来就没分数啦。哦，是要待中间越久是不是？你就待在碗里面越久，分数越高。给我过来，把它拉到红色区。给我过来，你抓另外一个，你抓另外一个，你抓另外一个，抓另外一个，抓另外一个。等一下，哎，哇，结束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包身高一点八怎样啊？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白痴啊！好恐哦！你们要再一次吗？又可以再一次，因为当中间越久越好。他记现在还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算了算了。那我们就等一下，我们一二三在一起抓球臂哦。好好，先进球里，先进球里。所以你们到底怎么抓？是要抓着吗？还是我后来没抓？哎，你就是不要靠近你那个会进去进出的那个洞就好了。嗯，对啊。只是因为我会很习惯抽出去，抖出来了。不知道，我换了一颗球就没有了。我的脚好活跃哦，它一直抖，我一直在抖，一直在抖。哎，你们不是说要先？哎，哦，我还以为要。没有，我们还没下去啊，我们在球里面而已。等待在球里面不会下去哦。不会，要抓，不要抓，不要碰球臂。要怎么啊？要怎么不碰球臂？不要手，不要左右键啊！不要，就手不要点就好了。对啊。等下我卡住哎，我卡在我的球旁边，我动不了。一跳一跳就跳，好了吗？都好了吗？我卡在球旁边了。你 ESC 按载入存档点。哦，好，载入存档点。我看大家的脚都在抖动。对啊，都在抖啊。超级滚。你们可以跳吗？你们跳起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跳啊。跳不起来，我也很，我脚卡住了，我也很生气在跺脚。等下我看，我想偷看一下你们到底是怎么卡，看不到。没有啊，就直接跳下来。跳，他抖一个洞，就是在这个球球里面。我没有抖脚，这不是抖脚，才没抖脚。有啦，你会抖脚啦。没有，不是这个抖，这个没有抖。没有，不要抖他自己。现在很生气，我在隔壁房间都知道你在抖。哇，我进球了。好了，好了，都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三二一，碰球，碰球，哇！不公平，有人先到。小雨，所以我们要怎么样？哎、欸，等一下跑出来了，已经有人跑出去了吗？我在干扰的，你走开，你去找别人，不要找我了，跑出来了，有大魔王，有大魔王啊，小心！哇，干嘛？飞高高，我不要飞出去啊！放手，
孔杰克。不要，这有一只狗狗，我这里有一只狗狗。那不是狗，那是猫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啊，我也不是看见了。我换个颜色。快来支援我啊！等一下，救命！有猫。你也太会了吧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分数这么高？等一下。哇，那你打什么东西啊？不要，你可以一直待在碗里面啊！我在碗里面没有掉下去啊，然后有一只猫一直把我拉下去，啊、走开，走开！下来，猫下来吧！直接死掉哎、欸！求求！太凶了吧！去了。对啊，我很诡异的抽动，然后就我一直跟球分离。我跟我觉得会不会是有一些球设计不良啊？好像不知道哎、欸。哎，What the fuck？ 跳。等下你们就还在下面吗？欸、我滚到球外面了，重置了吧，重置了，重置了，重置了，对啊，因为他全部人都死了、啊，所以重置了。对啊，哦、嗯，所以不能靠近。哎、欸，我这个球一定会跑到外面哎、欸。那就只能选别的了。我觉得应该是不能碰红色，红色应该是扣的吧，只能蓝色这样。啊、不知道、啊，换个颜色好了，换个颜色好了。嗯。啊！我要从球体脱离了。打那黄色那个抓出来了，黄色那个抓他，怎么啦？抓烤鸡，烤鸡没事，把鸡叫出来。什么东西啊？球不见了！烤鸡叫出来！小雨，我们可以去抓黄色的球。他快飞下去了，他快飞下去了，他飞到另外一头了。哦，他那个东西可以飞起来啊！嗯，哇，我又碰到面条了，白痴哦！烤鸡、啊，死了！烤鸡不见了，烤鸡不见了，剩一颗球了。哦，被面条砸到会整个死掉哦。对啊，面条是干扰用。面条好凶哦。嗯等下有人走错颜色了，那是我的黄色。哎、欸，我想试试看你的黄色是不是球体的问题、欸。不是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把你的黄色拿走，分数是不是我的？没有，分数面板已经不见了。不见了耶。对，面板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可以大家在同一颗球里面吗？没办法，他好像因为橘色就可以玩哎、欸。可以试试看大家。那我们全部都是集一颗球好了。飞出去哎、欸。好，我们去集一颗球，我们去集一颗球。就黄色那个，黄色那个。啊，可是我下不去啊，我下不去啊。等一下。黄色先去自杀吧。我要自杀，可是我站在中间，他不让我掉下去。你要载入存档点呢、欸。ESC 载入存档点。哇，你卡在球洞口哎、欸。对啊。等一下才会那个吧。有啦有啦，我载入存档点，我们全部都集那个吧。为什么黄色有人？有集红色，那这个要等他那个。对，他集好急、喔，框回来。他集你好急。哎咻！啊！有人掉下去了。几级？好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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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急了！全部都在跺脚。小雨重启了。哎，对，他小雨跺脚这样。对。对对对，这画面超奇怪，这画面太奇怪了。把那个画面拉到最下面，超好笑，那个脚脚。来了，我来了，我好慌张，我好慌张，我好怕，我好慌张。小雨，小雨，还有谁没下来？还有谁没下来？小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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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你出来了，你出来了呀！我进去了要起来了，起来了，我起来了，我起来了。我卡在超奇怪的位置了。你都卡在哪里呀、啊？这玩是空鞋了啊！哎，我们带球球去那个，我们带球球去绿去飞的那个吗？对，去飞那个。加油啊！加油！面条来了，是不是？面条，加油！撑住！啊！没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床有弹性哎、欸，超有弹性。对啊，好了，可以回去加一个。好，下一个吗？要怎么回去、啊？下面那边好像有一个可以回去的管子吧？下面？哎、欸，这边，我看到了，这边管子在红色这边，红橘中间。啊，这个玻璃声好不舒服哦。我没听到音效，可恶。
摸到的时候，你快点开开的声音。好，还是不要开好了。我的头好劣质。好，我的头。好，我今天不该换角色，我应该还继续换那颗眉头的。第三个这个感觉就是互殴哎。对啊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小雨庆生了。对啊，我们等下来帮小雨庆生好了。要被围殴。把头打掉哎！天哪。对啊，把头打掉，看起来超暴力。走喽。哎，可是我看是推球游戏。啊，你是说小雨的头当球吗？我来，他是菜刀哎、欸，我来踢球，你当球。哎、欸，他有两个区域哎、欸，有两个东西可以玩的样子。对，哇、哦，我们要不要先看球这边、嗯？我们先看球这里啊。跳，竞技区，通过气球或菜刀楼梯入场，气球快、菜刀稳各有优势。第一位玩家入场后开始计时，十五秒后开启。场内随机掉落武器，30秒后内场开启、嗯、就可以用武器攻击玩家，杀死后会被弄到预备区这样。嗯哼，哦，然后简单讲就是啊，你不要一直闹，走开，要看画面，看规则啦。我看一下哦，他说抢哦，好像是站点欸，站点游戏哦，对，抢夺武器登上高台站点这样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然后玩了就知道。对啊，剩下的好像就是试试看吧。所以你要从气球这边进去，对不对？有两种方向。怎么进去啊？这不能进去。小雨下去了，我要进气球，我要从气球。哎，而且它存档点在。我抓了，它就飞起来了。它应该飞过去吧？哎，我怎么你到那边啊？我只是往上飞而已。没有，你要加往前，你要加往前。哦。哎，气球都被你们。你只有三个。先踩一下。你们先踩个存档点，会飞来上一个。哎呦，我飞到上一关了。在哪？嗯，我才是烽火台，船跟烽火台要碰一下是不是？哇，嗯，就你左上角那个图可能要变才会那個。哦，有了啊，对，踩床。哦，真的耶、哦、，checkpoint。哦，那我直接从这里死掉，然后比较快。嗯、这边可以直接死掉了。有一个人载入，应该载入存装点就可以了。那大家都载入就好了。变了吧？哎，你这怎么上去啊？有了有了，我过来了。你怎么过去的？从现在自杀就会到那个气球这边了。哦，气球抓着可以飞进去啊！啊，你们是、欸、你们抓的是怎么飞进去的？就一直往按往前啊。哦，好。耶、yeah, ，我飞进来了。啊、哦！掉进来了。哎、啊，我在外面呢、欸。走喽。我觉得应该是要在外面才是对的、啊。我现在里面，我想办法出去。假的。没有气球了，上面是有很多武器掉下来了。对啊，武器掉下来，可以开始打架了。哦，太快了吧！呜呼，我进来了。哦，那个你们走菜刀也可以，走菜刀也可以。只菜刀比较不好玩。嗯，菜刀走比较慢。这剑太大了，最好不好打。打架要怎么打？哦，玻璃撞下来了，拿着戳人家。他这个剑可都拿不稳啊！哎呦，我靠！剑要怎么打？哇！哎、欸，碰一下就死了、欸，哎，碰一下就死了，好猛哦！我也切西，哈哈，小雨，等一下，这两个好凶残啊！等一下，我是砍那个没武器的，砍那个没武器的，啊！有人把他杀死了，一碰就死、欸。小雨，你怎么不走气球？啊，我气球进不去啊！小雨呢？小雨呢？我们要送小雨武器。小雨切蛋糕，好恐怖！你不要来，哈哈哈！这根本没在打吧？等下一轮再重新跳，砍砍他啦！你已经砍到了，我明明就砍到了。没有，他不是每一个都会一击必杀。对，他武器越小越不容易呢。可我刚那一把很大把哎、欸。小雨，我们来对决。等一下嘛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我手上拿的是什么？哇哇，已经好帅啊！我这把放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。等一下，让我试一下这是什么？让我试一下，让我试一下。让我有游戏体验。我们最喜欢让别人没有游戏体验了。等一下，这台怎么玩啊？杰克，等一下，杰克，我用武器哦，你注意一点哦。我用武器哦。你拿不起来，武器很难打，那太重了。我可以拿起来。我用装备戳你，戳不了。我切到头了，还不死。哦，我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气球，切死你，切，
切，气球也进不去、欸欸，有误，走菜刀好了，我这个没死、欸，走菜刀，我怎么切到你不会死啊？